本案的枪击案主嫌施姓的犯罪嫌疑人，在犯案之后四处逃避。这个案子经过我们专案小组锲而不舍，逐一吊唁引带，积极追办，施姓犯嫌自知活案难逃，我们的坚壁清野策略成功，所以今天下午1:30左右，对我们的专案小组循着引带的吊唁，逐一检视他的逃逸路线，在我们的大寮区内坑里这个山区公墓附近，发现他已经自知华案难逃，畏罪自杀，在现场也起获作案的手枪一把。本案整个相关的贩毒集团总共有李姓、叶姓、范嫌六人为主的，经过我们从现场的勘查之后，在现场总共取出 K 他命成品309公克。另外我们也利用侦讯技巧突破心防，小以大意，带同李姓范嫌在屏东万丹另外取出 K 他命成品241公克，半成品1.35公斤。前案我们会将这些已到案的共犯建请检察官向高雄地方法院来声押。